喂， Hello， 大家好。如是我问啊，系喺度，永远都唔出声，喺度瞌眼瞓嗰个主持又喺度啦。唔使出声都可以做主持啊，几威啊真系。唉，我哋真系冇地位，我哋讲到口水都干，讲到牙痛，系嘛？今集讲猫啊嘛，讲到口臭。我哋讲猫之前有个正经嘢讲噶。猫之灵异，但系紧要嘢讲我先。而家香港好灵异，诶，真系好多。好灵异，真系啱。选举之灵异，惨恐怖过讲鬼故啊！嗱，我唔问你啦，呢日你唔方便，你唔方便现形啦。恐怖过讲鬼故，你投票未今日？未，你未？几大多等眼少少先，即系策略性投票嘅样啊！嗱，其实咧，大家睇紧如是我闻咧，其实我哋即日噶个节目，冇错。嗱，我哋而家系啦，我哋系下昼啫，咁解。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讲紧今晚，不过你哋睇紧嘅时候咧，都未有结果出嘅，冇错啦。好接近啦，但就会符合咗阿杨讲嘅嘢，最后一秒钟嘅策略性投票。你系咪好似十点冲入去咁啊？好夹，未必一定十点，总之就要睇嗰个留意嗰个发展先。但就唔好得落闸入唔到去。系啦，总之投票嗰一下咧，希望尽量做到最有功效。系系啦，就系保送嗰啲边缘泛民入籍。系啦，点解？未就算保送咗入籍，都起码踢走一个保皇党啦。但系而家好似话喺嗰个即系票站，即系啊，即系嗰个调查咧，班友真系乱报数嘅。唉，好多啦，系策略性乱报数。策略性乱报数吓，我自己以前咧嗰阵时即系做过区议员助理等等啦，都见到好多呢啲票站调查。嗰阵时已经开始鬼鬼地噶啦，啊，就系揾啲。个样好纯品嘅中学生咩？唔知头唔知路就，我嚟做跳站调查咁啊！你系咩会噶？个呢啲调查系点样啊？佢完全乜嘢都唔知，佢真系唔知，但佢就利用啲细路嘅无知咧。咁问题系钟庭已经退出咗啦嘛？咁即系你唔使问第二个啦，可以不问啦，已经知道所有票站调查都是用来配票的，就咁简单。系啦，同埋后来咧，由上一届起咧，我发觉咧，佢好多时揾啲后生女。嗯，系啦，又系纯纯品品，唔知傻猪嚟嘅。香港港女唔关心政治，咁佢梗系投其所好，揾靓女去对付毒撚啦，系咪？真系以为对付都系毒撚噶？吓，喂，超你以为好多人参加社运会啊？咩啊？我只系对付阿伯啫嘛，点会对付毒撚？毒撚去到投票嘅时候，就已经俾人 sway 咗去咗边度？喂，你发唔发觉今日其实系呢个决战 crossover 预示好吗？冇办法啦，我讲我先发觉，咦，点解你两个咁熟面口？sorry， 系喎系喎 ，sorry， 佢都喺度，系喎，即系，咦，喂，点变咗呢个牌啊？啊，冇错冇错冇错。嗱，女王话正经嘢讲下先，因为的而且确啊，呢个即系啊，即系划时代嘅选举啊，系嘛，即系。大家一定要投票啊！啊，冇错啦，一定要投票。但系大家睇紧我哋节目嘅时候，都已经投咗啦。投咗啦，系啦。有啲未投啊，十一点半。十一点半截咗啦，截咗啦。十点半截咗，十一点半截咗。哦，咁冇计。但系我想问，佢十点半系门口落闸，但系个人如果排紧个队未清，佢都要俾你投晒先噶，系嘛？系，总之喺入面一定要清晒，要清场，跟住先至吓锁箱啊，之如此类。咁有排数噶嘛？崩咗又话会有事啊，搭错印又话有事啊，诸如此类。好多蛊惑嘢，嗱，我唔知道真定假。Facebook 就流传咧，就话咧有人俾红笔啊，即系个印咧系红印啊，而唔系黑印。跟住又话有啲票咧系缺角嘅咁样。系啊，嗱，我谂你都睇到啦 ，Facebook 系咪？咁唔知道真定假，可能危言耸听，可能系即系以讹传讹。而家系草木皆兵噶啦。系啦，但系我觉得咧 alert 啲系好嘅。我头先系嗱，因为我今晚要开工啊。咁所以咧，我頭先係 lunch 後嘅時候咧，就走咗去投。咁咧，銅鑼灣嗰個票站咧是沒有人的。我仲諗住死啦！我陣間約咗人咧，三點鐘咧，我諗陣間會唔會遲咧？咁樣點樣知一入到去係影都冇人。好多票站係有人龍嘅喎。係，可能啲人真係咧策略性啊，等諗住咧，等住諗住 cut 咗個字，諗住係等到見到個結局咧，差唔多成形啦。嘅時候咧，陀咗五六個月之性別啦，咁樣先走去投。係啊，係啊，喺策略性投票。其實呢一樣嘢咧，都係建制派嗰啲組織力量先搞嘅。啊，到到幾咩打個電話，哎、到到七點，你嗰邊係啦，即刻乜乜乜，哇！喺嗰陣時親眼睇到噶。咁你哋而家搞得多，人哋亦都唔係蠢噶。不過冇你咁多資源啫，我哋咪自己嚟咯。土法煉鋼，冇得你全民大煉鋼。唉，佢哋嗰啲叫做大兵團，
我哋呢啲就唯有嚇、啊、游击队咯，系咯游击咯。咁革命从来都游击队噶嘛，谂、啊、清楚。星星之火，唉、啊，从来都游击战打起嘅。毛泽东点样夺权噶？系啊，从来都游击战打起。我哋赞紧毛主席啊，唔好话我哋反建制啊嗱。大家记得熟读毛泽东兵法啊，好有用嘅。嗯你哋记住啊，知唔知道啊？文汇报写乜嘢啊？五个负心人始乱终弃，讲民主最丑陋嘅一页。哇！呢、這个时候讲到娱乐新闻咁啊！我哋要讲毛主席嘅一席话：凡敌人反对的，我必拥护。知唔知道？OK， 所以呢五个人佢弃选，佢保边个就要拥护。OK， 明唔明白？系啦，不过而家讲到晒系咧，十一点半都已经投咗，要投嘅投咗，唔紧要，都提提大家啦吓，即系虽然投咗票，乜几点钟会有结果出到嚟？今次有排搞，可能到凌晨都唔奇，因为投诉相当之多。咁所以呢个投票灵异事件，当系如是看闻都可以讲得就咁解，鬼鬼地啊！啊可能嗰啲票唔知点样用嘅咧。上届嘅啦，一屋七姓十三人，嗰间咩屋嚟噶？喂！系咯，系咯，嗰啲咩屋嚟噶？系咪人嚟嘅嗰班？漂移噶喺度。佢连咧之前咁多手咧，由依一个咸丰年到而家、嗯，所有住过嘅都计晒喺里面噶啦。冇住过都计埋先得。系喎，嗰间系有 lift 嘅屋嚟喎。而嗰个屋主好似话咩某某政协，嗰、那个政协系咪鬼王嚟噶？唔知喎、啊哎。圣经入面话鬼王别衰卜啊，领导住一班鬼仔咁样。系吓，系咪嗰啲嚟噶？大把，唉、哎，真系一家十三。啊、一屋七姓十三人嘛，上届啊，唔系今届啊，唔系上届啊，今届唔系唔系今届，上届嚟噶，一样咁劲啊，仲得人惊啊，今届，哎呀，好灵异。你睇下今日咧，我喺铜锣湾好角落到去咧，哇铺天盖地，顶你个肺！一行出去见到郭伟强个衰样喺个 banner 度，跟住咧郭伟强一辣啦，跟住工联会王国兴又一辣啦，冚家产叶柳又一辣啦，咁样样咧，喺我眼火爆，直得阴公，直得罗冠聪咧零零星星咁样样，跟住我行过见到啲女仔，我得放心啦，放心，你哋得咁使惊，唔使惊，支持你咁样。不过既然我哋讲系灵异事件。嗯，对唔住，我又嚟开人拖啦，即系所以咧，我知道我会影响我哋 forum 嘅呢个支持度嘅，但系真冇办法，为咗公义讲灵异啊嘛，于是我问啱啊，冇问题啊。政治嘅灵异系比任何灵异都多，都灵异啊，同埋系驱唔到鬼嘅，好多时候都人比鬼更可怕，人鬼如何两不分啊？车公灵签啊，你有预。系咪阿边个阿法叔投嘅球嘅先？啊，早有预言啦、啊、呢、這个大祭司法叔啊，唔系陈文啊，哦，陈文系国师，国师、啊、早有预言，教主另一位、欸、女王话咩灵异事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四年前，黄老邪叫人超区投白票、嗯；三日之前，黄老邪叫人超区投废票；今日投票日，黄老邪集团，即系简单啲讲，吓、嗯。啊叶普成叫人超区投民建联，有冇听错 ？OK， 叶普成叫人超区投民建联，咩逻辑啊？民建联告急，阿爷吹鸡，黄老邪集团即刻跪低，未当选，叶普成先投共，喂，唔好新鲜嘢先得噶，新闻嚟噶，系咪咯？新闻嚟噶，讲到好似好灵异咁，点解？唔係，但佢真係，我今日覺得真係好嘢喎，大佬！你叫人投民建聯都得，唔係啊嘛？你即係當香港人死，當香港人盲嘅咩？嗯，呢啲啊係舊民式嘅靈異，但係就其實。唔係鬼，我哋不嬲都知有噶啦，即係咁講係嘛？自古以嚟都有鬼噶嘛，鬼，但係咧，今時今日咧係日光日白，正午十二點，子時太陽最猛，烈日當空嘅時候咧，只鬼喺你面前咁樣行出嚟，就係咁咯。猛鬼，好猛鬼，直情你攞曬咩十字架啊、灑聖水啊、畫為符，佢都唔走而家。哇！咩十字架？個心口都畫咗十字架，我係基督徒嚟㗎，投我票啦咁啊。係啊，幾多？哇！今年啊，今屆好多呢類添啊，靈異事件出現緊，係喎，咬緊我個，咬緊我條線。哇！連教會都靈異埋喎，真係奇怪啊！襲擊緊我只貓。總之，任何可以收編嘅團體咧，團體票咧，收編只貓先係好有用噶嘛。所以今屆除咗一個選舉結果之外咧，未來真係好多嘢啊，可以跟進。
嗱，總之我諗今晚咧，你同我都會漏夜唔瞓噶啦。唉，我會密切留意結果啊，密切留意噶，仲緊張過睇呢個啊，即係世界盃。我就想講，冇嘢緊張得過金鑊嘢，真係勁。但世界盃你好難做波啊嘛，你可以做馬喎、啊，大佬。但係我頭先去票站咧，講真，監票嘅人好少，嗯、即係唔同嘅，唔好話社團啦，即係呢、這個。政商團體的代表呢、嗯、都好少。即係嗱，點解講政商，即係你除咗唔同嘅政治組織之外呢，咁、嗯、你包括你功能組別嘅喺後面一個監察，即係會監察嘅位㗎嘛。嗯哼，冇、嗯嗯、人㗎喂大佬。嗱，其他我唔敢講，功能組別有好多一早已經傾咗㗎嘛、嗯、因為佢距離短呀，佢直接同可以投票嘅選民都傾到偈，咁咗邊個投咩票大致上佢哋知㗎。喂，今年都要監嘅大佬啊！你點知佢做啲咩手腳啫？今年講到幾盛傳，即係包括啲選舉主任咧，話拎啲箱，係咪？冇鎖噶，冇鎖喎。跟住條友咧，仲要嗰時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乜兩個字嘅馬鵝，係咪馬鵝啊？邊個選舉主任？唔係馮華係嘛？選舉主任係馮華喎。係咪馮華？出兩個字，可能你啱係啊。選舉主任係馮華。走出嚟講。馬鵝講波嗰個。啊 ，sorry， 唔好意思，教書嘅。馬鵝係托者。佢即係講波多啲。係 ，OK， 對唔住，我搞錯咗 ，sorry。咁咧，馮華走出嚟講，佢話：係就算係報道到話佢哋咧冇鎖到咧，但係有封條㗎，同埋咧任何人就算咧拎咗我哋啲選票翻去咧，都仿製唔到喎。佢話我哋嘅花紋啊，同埋乜？而我心谂，屌你咪讲紧嘢啊，大佬，银纸都得啦，就凭一张选票。我今日喺度抡嗰张选票嘅时候，你有乜嘢咁巴闭啊？又冇嗰啲咩水印啊，又冇成，点解我如果我系要搞咧，我点解搞唔到啊？系咪？你落后地方第三世界国家停电都得啦，停电一开翻嘅时候，咪话多咗几张选票咯，可以啱唔啱啊？吓，同埋仲有。你點解覺得人哋仿唔到啊？佢話：除非係大規模咧嘅做票，大佬啊，鄰近地區有乜嘢唔係大規模、啊？而家已經大規模做緊票，中緊票啦，中票得票啊嘛！而家係啊，即係最直接嘅因果關係呢、這個最直接嚇。佢冇依一個咁嘅播種耕耘期嘅，總之就係中票得票，現眼啊！现世报即刻报，隔夜有得报。喂，呢啲业报嚟噶，大佬做呢啲系嘛？唔好以为好过瘾啊，过到骨头。但的而且确就系有啲人系唔计较啊嘛，个业报有啲人甚至系想预知某个结果啊嘛。个个都想做预言家，个个都想预知未来。我知道今次。咁问题我哋预示，我文上次都讲预言啫，即系唔使讲到而家选举啲预言点。嗰啲系讲预言，而家系嗰啲制造预言啊，嗰班仲衰。依班咧系直情自封嘅预言家嚟嘅。咁但系咧，唉，都我哋上一集咧，我同阿杨咧讲完呢个预言之后咧，咁啊，梗、啊、系灰捻咗啦。点解又灰啊？因為又講到奧巴馬係最後一個美國政府美國總統啦，係、咪？跟住美國就冇噶啦，咁樣、okay. 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即將爆發，係講緊十月嘅事喎。講緊歐洲會玩完，歐洲今年之內會玩完，係啦、okay. ，今年之內喎，爭四個月啫喎，係勁咬底喎而家咁咯，咁、我咪生無可戀先。咁如果係真嘅，梗係生無可戀啦。但係預言經常都唔中噶嘛，好多唔中嘅，勁唔中噶嘛。2012年又話馬亞力到尾咁啊，大家會玩完即係心得。依家就有嘢講啊！喂，我有個基督教嘅，即係一陣飲茶啦。即係你唔好問我點解會同基督徒飲茶啦。總之唔係耶撚就得啦，冇所謂。係耶撚嚟嘅，當然係耶撚啦。跟住咧，耶撚都要飲茶嘅。係一二年嗰陣時，應該係五六月嘅時候。跟住咧，天國近啦。係啦，冇錯啦。佢就話咧，我唔想到時審判嘅時候咧，你企喺對面，我到時救唔到你。但係嗰個係馬亞力嚟嘅喎。係，但阿姐而家仲坐喺度。乜事咧？我話俾嗰班叫做耶撚話馬亞力嗰班聽。嗯。聖經入面預言耶穌都話：我唔知我幾時到，佢唔會預先通知的嘛，我都不知，唯獨父知道。嗯、你而家到底信馬雅定信耶穌啊？耶穌話咗會突擊檢查噶嘛？佢、自己都唔知道 啊！即係耶穌嘅教父就經常要做好人啊嘛，因為隨時翻嚟都講咗嘅喎。係咯，佢講到明係唔知咩樣嘅喎，等你冇得估喎。咁你哋唔好亂信啦。關馬力咩樣咧？冇真係奇怪嗰條信。即係總之求其揾到啲嘢就穿作附會。所以咧，有位我哋好尊敬嘅袁天佑牧師咧，已經講咗啦。今屆投票嘅時候咧，大家睇清楚有邊啲經常
標榜自己是基督徒的那班候選人不要支持這些人、啊、咦鼠王坤不知道他沒有說阿袁牧師沒有說是誰我想起鼠王坤是啦不止很多啦何君彥都說自己是、啊、是但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一定強調自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封了基督徒我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嗯、如果是非建制派的基督徒他們不說這些東西建制派基督徒就一定打這個印響自己的額頭六六六作住、嗯、好過癮嗯、唉，我哋呢个选举就大家听完如是我闻咧，继续灵异，继续等呢个比赛唔系比赛选举结果啦，咁、嗯、样即系真系紧张过呢、這个。希望唔好太灵异，希望唔好太灵异啦个结果吓。好难讲噶，已经预备定又催泪弹，又呢个咁嘅胡椒炸弹，胡椒新有新炸弹而家啫。胡椒炸弹就唔系喷雾嗰只，系就掟出好似手榴弹嘅，爆出嚟啲胡椒喷雾嚟。嗯。又要准备晏昼，我唔知佢点样嚟嘅。少公同阿次官讲咗之前录嗰个节目咧，啊、嗯、就系、是、社会越嚟越讲肌肉啦。哦，文明退化，反祖现象，反祖，大家都要讲肌肉。即系以前共产党有个好过瘾嘅口号嘅，就旧社会将人变鬼。咁、嗯、佢就话自称新社会就会将鬼变人。咁而家啲人又变翻鬼啦，咁你即系想点咧？咦、欸，咁啊真系如是我问啊，人点变翻鬼？鬼的人不了啊嘛，毛、哎、主席讲呢啲，我真系讲呢啲啊，真系讲呢啲。好啦，咁女王有咩想讲啊？如是我问，嗯。唉，你我哋本来咧就话讲猫嘅，猫好啊，猫之灵异 ，OK。猫之灵异，咁、嗯、但系咧，我谂起你啱啱讲 muscle 嗰样嘢咧，其实又值得讲下。猫都有 muscle 噶，猫冇乜 muscle 噶。唔系，啱啱先讲嘅就系你咁多exactly 就话点解咁多种动物图腾里面唯独是冇猫啊嘛？十面生肖都冇猫啊！啊，中国十面生肖冇，呢、越南十面生肖有，嗱都系比较。个别啊，好少，相对少。咁除咗埃及之外，就会将啲猫当神咁拜，即系个月亮女神 Isis 即系唔系而家嗰个啊，乱嚟嗰个。Isis 佢真系一只猫嚟嘅，吓或者个狮子啊，好点都好啦，都系个猫嚟嘅。咁所以埃及特别多人拜猫，好神圣，唔追杀。佢代表咗生命噶嘛，佢月亮女神嚟噶嘛，即系佢嗰个佢个符号咧，都系嗰个生命嗰个符号咧，即系个人头呢个。即系几似十字架噶，好老实。我见嗰啲猫木马衣啊，嗰件就系代表生命噶嘛，月亮女神乜头嚟噶嘛。Bastard 啊，嗯哼 ，Bastard 嗰个猫女神系啦，耶耶，真系猫嚟嘅。咁咧佢啊象征啲乜嘢啦？我而家照读出嚟，又唔记得，我睇过都唔记得。佢揸住嗰件架衫系代表生命噶嘛？系啦，Goddess of Cats Protection， 嗯，系啦，女神。系啦，保護啦、歡樂啦、跳舞啦、音樂啦、家庭同埋愛情，尤其是家庭。哎呀，好嘢！所以嗰陣時佢哋係大量繁殖貓，而貓係當然嗰個年代冇絕育啦，同埋由佢哋生啦，兼夾係唔會趕盡殺絕啦。但係當呢個埃及文明冇咗之後咧，古文明古文明係啦，古埃及文明冇咗咧，當然就係、是、哇！呢個大不列講我諗到無限遠喎，就係佢喺邊個手上面冇嘅咧？當然喺呢個好出名嘅埃及妖后手上面冇咗啦。唔算嗱，托勒米王朝基本上轉化冇冇咗嘅，因為你依然係有一個。希臘埃及的綜合時期的真真正正冇咗咧，就另外一個臭男人手上嗰、那個叫凱撒，搞清楚。但是凱撒大帝溝咗埃及妖後 ，trap 咗 ，trap 咗，唔係溝咗，冇誤會啊 ，trap 咗，生咗個私生子，後來私生子被人追殺埋死咗。跟住啊，凱撒被人懟冧咗之後咧，身中23刀啊，就係 Mark Antony 咧就搞唔掂 ，Mark Antony 咧就俾人俾阿凱撒個。咁 Mark Antony 就真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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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中個頭埋去嘅冇計啦嚇。跟住咧 ，Mark Antony 咁就另一個凱撒啦嘛。因為佢好仰慕凱撒，所以佢又改名就唔係即係我都講咩？因為 Mark Antony 好仰慕凱撒，所以想著佢舊鞋就溝咗 Cleopatra。佢真係溝啦呢下嘢，真係溝啦，係啦，係拜到石榴裙下嘅。係啦，咁兩個咧就一齊咧雙雙共赴黃泉嘅浪漫都，都幾浪漫㗎，好浪漫㗎。咁呢個就真係咧冇咗啦，呢個古埃及就就此。就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冇错啦。咁而家嘅埃及咧，其实是阿拉伯国家嚟噶，系伊斯兰文化为主啦。最大嘅转咗两次手之后，就呢、這个
罗马就转手去呢个东罗马，罗马东罗马灭咧就转手咗去呢个哈里法，即系 Byzantine 啊嘛 ，Byzantine Empire 啊 ，Byzantine Empire 再俾呢个阿拉伯即系起咗未住，系，好乱嘅。咁而家埃及咧系最大嘅伊斯兰国家嚟嘅。以總唔係，如果總人口計的話咧，係印尼大過埃及，以中東最大係佢。以阿拉伯國家嚟講咧，冇錯，以阿拉伯嘅回教國家，人阿拉伯人口應該埃及最多。如果以呢個回教嚟計就唔係，伊斯蘭係印尼最多，伊斯蘭就真係啦，冇錯，印尼最多。啱，OK。咁所以講阿拉伯最大係啱嘅，阿拉伯最大，同埋埃及係喺阿拉伯國家係挽救過。阿拉伯文化同埋呢個幾次，好幾次，好幾次，好幾次。尤其是蒙古嗰下啦，啊，直情由埃及反攻，打冧咗蒙古第三次西征噶。冇錯，所以埃及咧嗰個好過癮嘅一個地方。係啊，個生命力極強，咁都唔知係咪同呢個貓女神有關啦。咁的而且確，埃及福地嚟嘅，福地嚟噶。埃及咧，佢好正嘅地方就係咧，佢嘅文明，佢個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好長，好長，長到你唔知邊度數起呢個。好穩定添啊！好穩定，佢得三個啫嘛，其實叫做三個 period 啊。叫做 OK， 跟住係橫跨三千幾年，如果我冇記錯，唔知啊，五千幾年，五千幾咩？五千年，金字塔成五千年喎，金字塔四千五，但金字塔你長最大嗰個啫，之前仲有噶嘛，大佬嗰下嘢嚇數起的話好高難度，咁就 New Kingdom、Old Kingdom 同埋。Old Kingdom， Old Kingdom 再上噶，係仲有嘅，仲有一個有三楷噶嘛，我記得，嗯。同埋佢系長期咧，就幾千年穩定嘅喎。因為佢當時咧，中東佢係埃及同埋呢個巴比倫兩河流域嗰度咧，兩河流域佢成日亂七八糟嘅，到而家都係打七彩。埃及咧就相對嚟講穩定好多年嘅。喂，有原因嘅，依樣嘢咧同佢個河有關嘅。佢個尼羅河咧係好乖嘅，即系咧佢咧一年咧好準時咁樣樣咧就會咧叫做水浸兩鑊，係啦。兩鑊咁樣，成數都係幾時嘅。跟住佢泛上嚟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就等於幫你咧種田啊，幫你灑水灌溉，係啦。跟住咧，你要掘乜都有，資源豐富到爆。佢連肥料都送埋俾你噶嘛？佢水退之後咧，佢兩岸嗰啲水退嗰啲咧好肥沃，肥嘟嘟，哇！真係，所以佢利落係神嚟噶。其實咧係你唔使耕種，你抌落去咧，啲動物自己幫你搞。問題係過度開發同埋過度戰爭啊嘛。同埋佢嗰度新沃土嗰度嘅民族咧，太多強悍民族出現，就爭奪咗。埃及咧就隔離左右全部都冇過，冇一齊沙漠嚟啊嘛。係啦，唔加佢上面又係海，周呢上面啊，隔離又係海，即係左邊同埋下面咧，即係佢西邊同下面咧，就南面咧就冇強大嘅民族，所以好長期。都是一個非常之強大的國家，到所羅門啊，個皇后啊都是埃及公主，嗯哼，嗯，就是兩個最強大的國家結盟，亦都有另一個好唔同嘅講法，因為埃及天然條件實在太好，嗯、人口都眾多，你唔係咁容易可以強到佢咯，同埋沙漠都係後來嘅事嚟嘅，因為北非嘅沙漠都係羅馬之後先沙漠化嘅啫，埃及時期依然係非常肥沃嘅，歐洲差唔多。嗱，你諗下啦，依個代表咩咧？除咗就係話佢本身因為泥土肥沃啦，咁樣，跟住冇乜天然災害咧，即久唔久有蝗蟲啦 ，OK， 但係相对都唔系严重，相对少，又冇战乱吓。以前唯独是点解猫咁灵异咧？就因为老鼠多啊嘛，系谷物多啊，有人类嘅地方啊，谷物有仓库。咁所以点解亦都调翻转头讲翻个猫嘅话题？点解埃及人真系咁鬼死中意揽住只猫，锡住个窿咧？因为的而且确，点解猫会代表咗佢哋嗰个即系家庭幸福啊诸如此类咧？就的而且确。是要靠他们捉老鼠埃及的粮仓很重要粮仓所以变成就是埃及人为什么会拜了月亮女神代表了这个家庭、啊、幸福、啊、爱情、啊、是用猫来做代表呢这么温柔的呢、嗯、正如女王说的因为条河真的很死温柔嘛、嗯、定时定后跟着月光的规律来做事的啊、定時定候就去灌溉啊，定時定候會施肥啊，然之後咧，咁你就真係自然耕種，咁就真係唔使點辛苦已經有食嚇。即係你諗下佢嗰個佢個定義啊，即係我意思話你佢除咗冇戰亂啦、啊、，OK，、嗯、跟住咧依一個自然災害又少啦，跟住農作物又好好啦，天然資源又好多，強敵又冇，強敵又冇。喂，依、這、一個代表係咩咧？就話咧。佢個寓意，佢深一層次嘅睇法就係話，佢哋係會真係相信佢哋嘅
法老王咧，系、神啊、嗯，因为佢哋个神，佢哋个统治者，佢唔系一个人嚟嘅，佢当佢系神，而佢会真心相信，因为佢喺呢个地方，佢过嘅系风调雨顺嘅日子，而周边国家第一与世隔绝啦，佢见唔到周围发生咩事，到佢真系 come into contact with 其他国家嘅时候咧，佢发觉哇，你哋系比唔上我哋嘅、我哋的而且确系比你优越好多。但有一個好過癮嘅吊鬼嘅情況出現咗嘅，嗱點解咧？即係雖然話即係講呢個異，即係靈異啦，但係即係文化上面嘅分析就好鬼死吊鬼乜嘢嘢咧？有間唔中哲學家係嗰個相反嘅講法嘅、就係宗教氣氛特別濃厚嘅地方，即係戰亂啊嘛，即係例如話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啲人點解會信咗佛教、信咗道教咁樣超越俗世嘅嘢？因為世界太艱苦，於是佢哋想象或者期望嘅世外或者来世嘅嘢啊嘛，调翻转头就成日话以色列人点解个宗教气氛咁浓厚，就系佢哋经常喺呢个流亡之中啊嘛，即系经常压迫感嘅民族嚟嘅，由自古以来都系咁，咁就变咗佢话佢个宗教气氛好浓厚，但系好奇怪地，如果你话用鬼佬嘅分析方法，你总之嗰个生活悠游就会衍生呢个思想嘅爆发，跟住创造文明啊，诸如此类，创造科学，去埃及其实完全符合晒啲条件嘅。但點解調翻轉咧？佢所有嘢都係咁宗教意識濃厚，而佢嘅科學全部都係單向嘅做宗教嚟話。你有本事起個金字塔出嚟、你上月球都唔係難事嚟嘅，好老實。佢就係用嚟拜神，你有辦法上月球，但而家世人冇辦法起一個。同佢一模一樣嘅金字塔，佢營造到佢裡面啲料，佢做唔到。咁所以就我哋有本事，咁你立咗上得月球啦，但係佢係用嚟拜神，咁點搞？咁所以就好奇怪嘅吊鬼現象，係咪因為真係咁靈異？就係佢哋嗰啲神真係令到佢哋真係咁體貼，心悦誠服，唔再諗其他嘢啦。嗱，呢個真係極度靈異嘅嘢。咁你諗下幾容易統治先得㗎？當個法老王就係神、himself， 你記住個 concept， 佢唔係君權神授，並唔係天子，佢就係神啦。OK， 咁所以你見到佢以前嗰啲，即係佢哋壁畫啊，你見到佢哋真係個頭又好長咁樣。而家我哋梗係知道，哦，係因為呢個亂倫啦 ，OK， 近親繁殖嘅結果啦。但係嗰陣時你睇佢哋係真係同普通人個樣唔同嘅。所以佢哋系冇一个简单啲讲，佢系真喺意识形态上面，佢都冇一个造反嘅条件啊。同埋佢亦都冇生活上边实际嘅压迫咧，令到佢咧系想去做呢、這个作反啊，去反建制啊吓。但系而家当然香港充满呢个土壤啦 ，OK。而家香港变咗系一个政治嘅尼罗河啊，反艇 OK， 非常之丰富嘅资源。咁但系咧嗱，我哋又讲翻另外一个历史因素、就是，就系佢系一个好长嘅帝国嚟嘅。你见到我意思长唔系历史长，历史长系当然系其一啦。即系 geographically。geographically 系啦，土地上面你见到佢地嗰、那个地图上面咧，佢系长条形嘅，佢就一路喺个尼罗河嘅两边嘅啫。佢唔打橫生㗎啦 ，OK？ 佢總之成係咁樣樣，佢冇乜呢個野心，唔會話喂我呢度好好，咁我會再睇下出邊點樣樣啊？會唔會出邊都好正？我立埋喺出邊咧，冇呢樣嘢，係、直到即係羅馬人話喂喂嗰邊掂喎，喂懟埋過去啊咁。咁但係點解我哋嗰陣時啱啱提到呢、這個埃及咧？當然我哋要講貓啦，但係你睇翻轉頭，其實好多人以為埃及。呢、这、一個帝國咧係埃及人，其實去到後期唔係嘅，去到呢、这個即係 Cleopatra 咁樣最後末代嘅 Ptolemy 之後啦 ，Ptolemy 係啦，佢哋其實係希臘人嚟嘅，係啊，係啊，係亞歷山大嘅將軍嚟嘅，係啦，亞歷山大佢嗰陣時佢瓜魯襯嘅時候，咁佢冇仔啊嘛，咁佢咪有三個定可以四個將軍，四個將軍係啦，跟住佢就將佢個帝國切開四嚿，掟咗俾佢哋，所以佢一路落嚟咧，你見 Cleopatra 嗰個銀咧，其實佢個樣唔似埃及人嘅，佢絕對唔係埃及，一隻血統上嘅嚇，即係唔係嗰只埃及人嚇，似希臘人嚟。希臘人嚟嘅，但精通多國語言啊嘛，好錯。同埋一個講題外話咧，就係咧呢一個即係埃及繞後，佢為咗咧令到對方 OK， 為咗迷惑對方，為咗冧仔，冧仔，你估下佢去到幾盡？冧仔，你估下佢去到幾盡？歷史上有記載噶啦，例如咧、這個、海撒即係嗰碌嘅地氈啊，地要開 OK， 我當佢傳説嚟嘅啫。我信係真咯，但係仲有一個我諗比較少人知嘅、啊，你有冇聽過仲有第二個啊？係嘛？願聞其詳啊，即係古話嘢聽咗唔少啊。咁呢個精彩喎、啊，佢咧嗱，而家韓國人、
就有整蛇毒啊，係嘛？ Okay. 蛇毒敷面、蛇毒面霜、蛇毒面膜，因為佢恐怖嘅埃及人識用蛇毒㗎，冇錯。但是呢你知道即是你现在医学里面那条蛇呢、就是、地中海沿岸呢埃及有份的下那条蛇。那条那条蛇、嗯。但是呢 Cleopatra 直接将它这个怎么说是出神入化。嗯、它是用这个蛇毒令到它的瞳孔永恒地扩大。即是煲托的。令到個瞳孔咪就係你見到光佢會收噶嘛，跟住暗先放大噶嘛。但係依個蛇毒咧，佢 inject 咗落自己嘅身體度咧，嗱你又唔好理，好準確，起碼佢冇死到先 ，OK？ 好準確到咧就係令到個瞳孔 permanent damage， 永久性創傷，就是、永遠都放大個瞳孔嘅。一第一個效果，好似打一大眼仔咁樣 ，OK？ OK。第二個效果就係女人動情嘅時候咧，望住心愛嘅男士咧，個瞳孔係會放大嘅。大眼的多個樣。係啦，咁、所以咧，當佢望住依個海撒大帝嘅時候，大佢廿九幾年嘅海撒大帝咧，跟住佢令到人哋相信佢真係愛佢啦。咁呢個大叔見到靚妹就一定相信咗，就唔使戴大眼仔啊嘛，但係卅幾年好似嗰陣時先就五啊幾，佢十八歲啫嘛，跟住到海撒瓜老襯 ，OK， 嗰陣時 between 呢個 Ptolemus 同埋 Mark Antony 啲爭嘅時候咧，佢又可以搞掂下一個，佢買大細，不過買錯咗邊啫，好可惜咁樣。第一樣就係嗰對眼點樣望住你，好似貓咁樣樣啦，啲貓又係望住你。但 Augustus Caesar 好似僆仔到唔受喎。Augustus Caesar 係啊 ，Mark Antony 冧咗喎。係問題係佢係俾 Augustus Caesar 懟冧噶嘛 ，Antony 係啊，係咯。喂，大佬啊，你都已经被我个对头人搞咗啦，我点会仲搞你啫？但系记住，野史有讲话，其实咧，Tiberius 咧，吓 Augustus， 即系 Tiberius 啦，佢后来改边个 Augustus， 佢系想搞 Cleopatra， 但 Cleopatra 已经自尽咗噶啦。即是两个情敌、Mark Antony 已经跟 Cleopatra 拍了拖。哇是三代罗马皇帝。没错是。把握金。是。即是比这个希腊的海伦更加杀伤力大。老豆加养子中间养子 and 情敌、啊。嗯。是啊。即是比这个海伦杀伤力更大、啊。这个啊、Tiberius 是想沟埋 Cleopatra 的，但是 too bad 已经死了。他妒忌啊，因为沟不到啊。我想啦，嗱 ，politically 咧，我覺得第一徐良半老咧就風韻猶存，第二樣打 botox 係嘛，佢冇老喎啫。喂，仲有喎、啊，傳聞佢到死嗰都好靚女，啊呢、這個唔使擔心，呢、這個肯定係啊。但係第二，你要知道呢個女人點樣保養嘅喎 ，OK。即係窮奢極侈就梗㗎啦！喂，你埃及地大物博，跟住資源即係天然資源豐富，大把錢亦印銀紙嘅 ，OK？ 仲要啲錢喺地下生出嚟嘅，即係根本你嗰個尼羅河流域咧係富庶到咧，你唔使耕種嘅，啲人喺度 party 㗎啫，因為任何種子跌咗落去自己識生出嚟嘅，即係狗行過都已經搞掂咁樣㗎啦，屙督屎落去又已經搞掂啦。咁Cleopatra 佢嘅窮奢極侈係去到個地步咧，就係話咧。有記錄啊嚇，佢一個席間，大家覺得好奇怪，點解咧？一餐飯係啦，一餐飯點解唔係平時嗰啲咧？即幾廿隻牛、幾廿隻豬、幾百隻雞拖出嚟咁樣咧？佢就係一隻杯，佢抌咗一粒咁大粒巨紋牛眼咁大粒嘅珍珠落去，倒醋落去，跟住飲咗佢。That's it 咁樣，覺得哇好慳喂大佬，睇粒珍珠咁大粒。OK， 珍珠加醋，喂，好补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珍珠唔好都咁坑。系啊，人哋好识保养，同埋嗰个年代已经睇翻就话佢用橄榄油保养啊，咁样。即系当个希腊血统，我相信系 contribute to 依样嘢啦。饮红酒啊，都唔止埃及人自己都有红酒同橄榄油都劲嘅。系，咁你谂下，喂，依啲保养方法，咁所以咧就话你话 Mark Antony 死咗，跟住到依、這个即系佢个计。以為人咧 ，Augustus Caesar 咧，係唔係有心咧想溝佢咧？嗱，我就信係嘅。第二就係仲有咩咧？就係依個 politically 咧，佢有 Cleopatra as 一個 figurehead 咧，state of 即係個 head of state of 埃及咧，其實亦都係有助穩定佢嘅統治嘅嘛。有，因為 Ptolemy 咧，咧做乜加科咧？即係另一個唔同版本啦。就係、是、話當年亞歷山大即係、就是、南征去埃及嘅時候咧，佢、都用咗埃及人嗰條橋噶嘛，封神
唔係封神咁簡單，有兩個 step 嘅。第一個 step 咧就係佢真係扮神啊嘛。據報係帶住個牛角入城噶嘛，扮神，即係總之佢唔係人啦，即係埃及人好過癮噶，呢班友仔扮神乜都係神嚟嘅、嗯，即係鱷魚又可以係神啦，牛又可以好多嘅。咁所以據報亞歷山大南征埃及嘅時候咧，就係佢扮神噶。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埃及人就唔覺自己異族打敗，佢、嗯、哋、嗯、覺得自己係俾另外一個神繼承咗佢嘅神。咁第一步咧，埃及即係呢個亞歷山大好聰明地咧，就令到埃及人咧就真係唔止武力上面輸咗，而服從心理上都服從佢、嗯嗯。第二樣嘢，佢真係封神啦，好似阿女王話齋，佢揾咗即係呢個 Oracle 喺沙漠裏面啊，即係埃及人都信嘅神廟，然後佢自己親自啊微服出巡啊，即係低聲下氣咁去到，就揾呢個先知去攞個預言。而嗰個預言就係話，哦，當年好耐之前已經講咗，有一個外來嘅神會繼承你嘅國家，咁啊咁嚟證明佢自己就係呢個神喺度統治埃及。即係呢個係高招一啲啦，好高招嗱，呢種預言係高招啲，高招起碼就係阿亞歷山大勁高招，唔係就係萬力嘅。咁所以埃及嗰邊對於 Thomas 呢個王朝希臘人外來嚟統治佢咧，其實係。服嘅，好有趣嘅，咁、嗯、所以後來你先會整咗個所謂埃及希臘嘅混合體出嚟，啊 ，Ptolemy 係咁嚟嘅啫。咁要睇翻原汁原味的話咧，就唔容易啦，因為而家先叫最新發現咗咧，就原來亞歷山大港咧就地沉沉咗落海，咁所以而家埃及起咗個水底博物館，因為而家戰亂就難搞啦。咁即亞歷山大港個港口裏邊。一個好巨型的 size， 條香港咁大，係沉咗落水底嘅，係地震沉落去，因為啲沉積啊，啲泥好鬆嘅，咁地震完之後真係沉鬼曬落去。咁但係因禍得福，就冇受戰亂影響喎，呢幾啲過千年冇受過戰亂影響，於是乎撥開咗水底啲泥同沙之後咧，就成個亞歷山大嘅神廟同城市擺曬出嚟，而其中有一尊好嘅靚女嘅神像，大家都估唔到。Cleopatra 就係 Cleopatra， 咁所以呢個好神奇嘅嘢嚟噶，咁所以變咗真係你話靈異事件點都好啦，就係呢下嘢真係顯靈啦嚇。同埋咧，睇翻當時發生咩一回事啊，好鬼死正。Julius Caesar 另外一招高招嘅咧、嗯，其實佢唔使做咁多步，當然佢作為一個好叻嘅軍事家咧，同埋諗下佢點樣 rose to power、嗯、喂，打到人哋本來係依一個議會嚟噶嘛，人哋本來係民主共和國，共和國啦，係啦，係啦，但係佢可以自己。dictator， 佢变埋 emperor 咁样。呢样嘢又有嗱，唔系玄妙啦，就系、是、讲另一个古仔话点样样呢个所谓埃及妖点个妖字咧，就唔系一个形容词动词嚟嘅，而系话佢真系，唔知系咪识妖术啊？系，即系十八岁嘅靓妹，即系古物论系咪真系识得打波托，即系大汉仔先算啦、嗯。即系其实你睇翻。Cleopatra 嗰個樣咧，係、嗯、真係有佢個頭像啊，啲石膏啊，諸如留低噶嘛，唔係我哋想象中嗰啲咁嘅，即係范冰冰啊，唔係嗰只嚟噶，嗰啲唔係，唔係即係我哋想象嗰所謂靚女，佢有少少勾鼻嘅，好過癮噶，都幾粗豪嘅樣，希臘人樣咯，希臘人樣噶，都幾女生男相嘅，真係皇帝格嚟噶，即係佢細佬就冇説話好講咧，嗰、那個即係廢柴，廢柴嚟嘅，唔知叫咩樣。但係 Cleopatra 咧，佢一條女咧十。八歲就頂起成個埃及帝國，咁、嗯、所以已經知道呢個女生男兵同埋帝王。喂，記住，仲要係串通喎嚇，佢係勾結外國勢力。啊，都未啊，嗰下嘢。懟冧自己細佬。固自然啦。被自即跟住被封為唯一嘅女王。當時其另外一個傳說話，佢點樣迷惑海撒咧？就唔係用美貌啦，另一樣嘢。卷隻卷隻。另一樣比美貌更攞命嘅嘢。色相色相。男人最受嘅係權力。嗯、而當時 Cleopatra 就係利用佢咁豐厚嘅文化知識，唔係淨係話將呢個埃及拱手奉上合作，唔係物質條件咁簡單。當時佢係帶住海撒去遊河，去尼羅河上游，去到神廟裏面觀光，話呢下就絕啦。點解呢？因為羅馬人當年無論幾勇武先算啦，講難聽啲。生翻嚟嘅啫 ，OK。哎呀，我未聽過人哋話羅馬係生翻。相對於啊，相對於個五千年文明嘅埃及，你係生翻嚟嘅啫。當年啊，即係三千年前，佢哋都對住希臘人係咁講啦。有冇三千年後對住羅馬人唔係咁講啊？咁所以當時 Cleopatra 用咗一個好高明嘅外交手段，就帶呢個海撒去神遊佢上游嘅神廟，嗯 ，show 俾佢睇咩叫永恆啊！嗯、原来世上有永恒呢个概念，就正如女王头先话斋，埃及嗰条河，埃及嘅环境，系一个天堂嚟，基本上系你点统治一个天堂，
而當時呢個 Cleopatra sell 啊凱撒咧就係話，你同我一齊稱帝，共同統治呢個宇宙，你就係永恆。你睇边个男人会唔受啊？我使乜同你啊？即系老三点啊？你要记住，佢唔系择一啊，佢俾晒你啊，俾晒你、okay? 有样有身材，一个女王肯卷席入嚟服侍你 ，OK， 跟住仲要记住，佢系为佢提供咗佢唯一一粒仔。嗯哼，依一个亦都系古今中外咧，死人冧楼得土密嘅一个原因嚟嘅。O K， 几多皇帝咧，我哋揾一集又可以讲啦，系废后咧另立，就系为咗有个。但呢样嘢其实深敲咧，都系阿 Cleopatra implant 落去凯撒嘅脑里边。点解咧？因为如果唔系 Cleopatra 氹到阿凯撒去称帝啊，佢根本唔会有呢个所谓帝王思想，佢唔系唔需要继承者，佢唔需要用帝王思想去谂，一定要用个仔嚟继承呢个帝国。甚至嗰阵时最后嘅安排乜家伙咧，就罗马要由共和国变帝国。嗱，嗰下嘢之所以点解凯撒会俾人怼冧，明唔明啊？佢系要将佢由一个共和国变帝国，最后出嚟 compromise 乜家伙咧，就罗马自己仲系共和国。罗马征服的土地就称为罗马帝国，好神奇的安排嚟噶。问题呢个咁嘅种子系边个种落去嘅咧？咪知咪就系 Cleopatra 咯。系所以个妖字系咁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灵异咁简单，最灵异嘅乜家伙咧？就系 all power corrupt。而 Cleopatra 一个十八岁嘅靓妹，识得用呢套去收拾咗凯撒。深敲甚至你可以话佢臣服咗罗马帝国嘅，咁你真系佢直情可以话佢系怼冧咗罗马共和添，系梗系怼冧共和。你凯撒直接同元老院开拖噶嘛，跟住罗马以后不停内战战乱就系咁嚟嘅啫嘛，个个争做皇帝点解？但大家又唔好以为咧，你怼冧咗凯撒之后咧就冇事喎。唉，仲有千千万万个啊嘛，哇烦到咧，大佬翻唔到转头嘅，你由共和变咗帝制咧，你想翻翻转头啊，你惨喎，大佬。之后罗马出现咗无数咁多个 emperor 咧，全部自称 Caesar。系，同埋拉丁文都唔識講嘅，係外族嚟嘅。外族嚟㗎啦。係啦，因為到後期咧，羅馬又係即係嗱，都係嗰句，我哋揾之前有一集決戰講過啦。佢係由開始唔掂當咧 ，OK， 好漫長嘅過程。跟住到完全收皮，即係灰飛煙滅，係成一千年啊嘛。中間佢犯咗一個好蠢嘅錯誤，係咩咧？就係啦，佢認為咧，哇！你哋依班 barbarian 啫，係嘛？咁抽得，咁不如我俾羅馬。國籍俾你，我封你為羅馬公民，咁我哋咪可以一齊，咁你咪變咗會幫我手咯。咁即係輸入人口，輸入人口，輸入內地專才，變咗羅馬，輸入外地專才。佢羅馬軍口都好似後嚟呢啲都有好多係外族嘅，好多外族。跟住但係佢以為咁樣樣，因為佢有嗰種羅馬人嘅 pride， 羅馬人嘅光榮，佢認為我俾咗你咧就係天朝大國啊嘛，依一種 concept 係我俾恩俾你啊嘛，即係俾個 passport 你，係啦，你就會盡忠啦。系啦，但系佢真系嗰阵时真系罗马人先高估咗自己，唔同美国人今时今日俾咗个绿卡啲人咧，都仲喺度讲紧呢个中国嘅多么的好，毛主席万岁一样嘅啫。佢个血液，佢个骨髓里面系渗有佢自己本身嘅。神奇在咧，罗马人呢一套咧，佢真系玩咗过千年。但问题系而家罗马人濑晒嘢，而家罗马人，我哋搵唔搵到佢嘅种族咧？冇咗喎，意大利人有部分仲推薦自己羅馬人嚟噶，羅馬人啊，但係你自己意大利已經冇咗羅馬咁尚武精神啦，意大利軍出咗名唔打不啦，唔止未到意大利，未到有意大利國家之前已經即係廢到痹噶啦，廢到痹係咯，佢羅馬玩完之後，佢成個羅馬種族冇咗噶啦嘛，佢個最強項嗰樣嘢直情冇曬，繼承羅馬嘅法蘭克人啊嘛，佢哋自己稱，唉呢個就好鬼死過癮啦，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埃及妖後嗰、那個。即系嗰啲迷宮咧，就比你只貓仲勁咯。但系我覺得你見親佢變咗佢係主子啦，你係奴才咧。我覺得埃及妖後咧喺貓度學翻嚟嘅，因為咧，如果你哋咧嗱，我個仔而家喺上邊啦，好可惜。但系咧，如果你哋見過咧，係啦，你一抱住佢咧，跟住佢就望住你咧，跟住慢眨眼，好慢咁眨眼，瞳孔放大，仲要慢眨眼。我終於明點解凱撒大帝會冧咯，強如凱撒都搞唔掂。真系，因为实在太冧啦，你知唔知道啊？同我头先讲咗少少嘢嘅 ，sorry 啊，就系咧呢个 Julius Caesar 咧，系去到 Augustus Caesar 啦，跟住先到 Tiberius 嘅 ，OK？ 我头先捞乱咗 ，sorry， 唔好意思，系啦。
講翻先。咁呢啲靈異事件，我哋個重點啊放咗喺 Cleopatra 嗰度。係。咁啲男人，啲男人係奴才嚟嘅，陰公唔好意思。喂，但係我覺得其實如是我聞，我哋唔一定要講宗教相關嘅嘢嘅，即係譬如我哋。喂，都好神奇咧，都呢就個宗教問題啫。值得講咪講。照計你物質文明咁豐富，即係如果用西方嗰個講法，就已經突破咗搞緊科學啊、搞緊民主啊嗰啲嘢噶啦嘛，但係唔係噶嘛。係。咁先過癮啊嘛！喂，但係我又想講喎，你又要留意翻一樣嘢，好精彩。其實咧，羅馬嗰陣時咧，係有啲似依個國共歷史嘅。嗯，好嚇。喂，佢哋本來三條友噶嘛，三頭馬車啊嘛。Julius 啦 ，Julius Caesar 啦，跟住 Pompey 啦，同埋嗰個叫做 Marius 啊，Clarius 啊，定唔記得 ？Anyway 咧。我噏唔出名嗰個咧 ，Marius 咧，佢咧就係嗰陣時，哎呀，揾翻出嚟先，係啦，揾得翻嘅，係嗰陣時羅馬帝國最有錢嘅人，佢去扶植凱撒，跟住凱撒咧就再同 Pompey 聯盟啊嘛，跟住後屘嗱，你諗下 Pompey 同埋凱撒大帝唔係嗰陣時幾似毛澤東？你係咪講克拉蘇啊？你講啊？最羅馬最富有嗰個係咪？係咪就 Clarius 好似係嗱？咁你後來咪就係依個毛澤東同埋？阿蒋公咯，反面咯，怼冧咯，唔啊，唔就系咁，几次你咪历史不断咁重复自己，啱唔啱 ？OK， 系咪啊？佢有个联盟嘅嗰阵时，仲有一个 Marius 嚟嘅，系。噔噔噔噔， 要玩，唔好意思，系。即系要玩，我哋玩，我哋讲住先。OK， 咁所以我你头先讲话佢嗰个呢个埃及妖后啊，嗰个政治投资最后失败自杀等等。但我自己看下佢歷史上咧，其實佢完全冇失敗喎。佢可能嗰一刻失敗，但你成個羅馬俾佢玩起咗，係共和變咗係一個帝國，係嘛？之後成個羅馬翻天覆地，到今時今日咧，仍然係世人永遠記得佢。咁你話從成個歷史長河嚟睇咧，其實佢係佢嘅一個微功啊！你話可以話應該女人之中嘅極品嚟。因為有很多時咧，我自己睇話，係女人要點樣用身體取悦男性，嗰啲多數會失敗。但係呢嗰啲真真正正吸引到男人嘅，你應該仲有正另一啲更加強嘅嘢，尤其係魅力嚇、啊。好似你上次講嘅嗰啲狐仙之類，可能比狐仙仲要再高啲嘅。我依個情況，狐仙要拜翻佢轉頭啦，大佬，我覺得。坦幾都冇咁威啦。如果要供奉咧，九尾狐都冇咁威。你梗係要擺啊埃及妖喺度供奉啊，大佬。都會㗎，係咪先？喂，但係即正經講咧，你睇翻而家咧鄰近地區咧，即係你知佢哋嗰個直情係即係一個 battlefield 嚟噶嘛，即係係一個戰場，血肉戰場嚟嘅，殺戮戰場啊！即係香港男人啊，成功人士即係蕭公子呢啲咧啊，翻大陸好危險噶，係嘛？即係好多人入到去咧，入字喎，骨都冇得你剩啊，大佬，係喎，攬都仲喺度喎，吞咗掠唔到你出嚟，呢啲新聞。係、啊，即係你話譬如係啊，大陸係咁嘅，即係佢哋，我聽好多朋友翻大陸做嘢嗰啲咧，哇！啲女真係送到埋嚟，幾靚都有，幾後生幾靚都有。但係咧，講真的，你無論認為你自己咧多麼的咧青春無敵啊，多麼的靚都好咧，有一個好殘忍嘅，我聽人哋講過咧，就係年年十八歲啊嘛，係咪？你今年係十八歲，你下年已經唔係。系啊，系咪年年都有十八岁？如果你用你嘅肉体谂住换嚟啲乜嘢嘢咧，系不得长久，即系花无百日红嗰个 concept 啊嘛。但系点解我哋头先讲 Cleopatra 点解要讲得咁咩咧？就系、是、呢个女人佢能够 provide 到佢俾出嚟嘅嘢咧，系冇办法 say no 噶。一来啦，即系你第一公顾之言啦。咁问题就系话，正如我头先话斋，你睇正史，佢如何令到凯撒对于个皇权嘅沉迷？嗰下嘢，嗰先先無敵啊嘛！係啊，唔係淨係樣噶，唔係淨係身材嘅，唔係淨係一味奉迎咁去討好你嘅。唔係噶，係啊，即係你頭先講喺，即係唔好講咁遠、咁古代、咁高嗰啲海撒啊，呢個埃及妖後等等。就算你啱講大陸嗰度咧，我自己都真係聽好多嘢，真係。男人一上到去咧，一遇到一啲某啲女士，係嘛，即係主動埋嚟。就唔係妖，但係咧男人真係好難抗拒到，所以好容易就搞到香港家變啊等等。男人有好多質素都唔係咁高嘅啫，但係似乎香港嘅女士咧呢方面對即係箍一個男人係真係弱過大陸嗰邊嗰啲，我唔知係唔係。
啊，呢啲可能係香港女士進化版嚟嘅，佢冇嗰個弱肉強食啊嗰啲咁嘅，即係森林定。定係個魅力，個魅力減少咗咧，我真係唔知咯。哦，好多嘢嘅，好多我話俾你聽。魅力減少咗啊，真係。係嘛？係咪香港女士嘅魅力？因為起碼佢唔會嗲你先啦。系啦，咁咪死啦！唔系，同埋你要知道咧，香港就系咧，如果我举例啊吓，嘅萧公子嘅女朋友好嗲咁计咧，好温柔好嗲，即系举例啫，举例啫，好温柔好嗲呢个。我以为有料爆添，啊，样佢我想我哋等佢唔好做，佢成日都唔得闲做啊吓。OK， 系佢唔得闲我哋讲嗱，即系你当阿萧公子嘅女朋友好嗲啊，好温柔咁样样咧，喂，其他啲人咧出嚟嘅女性啊，系会秒嘅。你明唔明啊？嗱，即舉例啊，舉例啦，求其噏啦 ，OK？ 我係你太太咁計，我係 OK。跟住我哋兩 pair 出嚟咧，跟住咧，哇！如果蕭公子嘅女朋友夾曬嘢俾佢，咁樣樣啦嚇 ，OK？ 咁我係你太太咧，我就會秒。大佬啊，即系翻屋企先啦，影衰晒啲女人，影衰晒，即系而家咪唔识食啊佢咁样。妒忌心啊，系啦，即系都唔一定，唔中意啊秒啊，觉得贬低女性啊，嗱呢一啲咁嘅物化，即系你会听到啲好左交嘅嘢，系啊系啊，好多嘅，即系咧，我唔，但系台湾唔会，上海亦都唔会嘅，老实讲，大家两 pair 姊妹咧，各自带自己嗰条仔出嚟咧，炫耀不特止，佢仲会咧施展浑身解数咧，我系要姣过你，我系要嗲过你，我系要冧到我个男人咧，直食晕晒，饮晒迷汤咁样样。但系香港个 culture 好唔同嘅就系咧，会秒女性之间秒，你个 peer pressure 令到你唔能够发挥你个女性嘅本能。哎、我有过一个咁嘅。呢、這個經驗，但係就唔係話個女、個女人、個女仔中意去咩咩咩去嗲人，佢只係參加一個攝影班，攝影班入面咧有男有女，咁咧一時間揾唔到 model 咧，嗰、那個女仔又有幾分知識咧，就走去我臨時做 model 啦，結果成扎男嘅就猛咁影佢，佢做得好密實嘅，亦都唔係啲假媒態嗰啲，唔係又猛咁影，但係咧。同場嘅嗰扎其他女學員咧，秒白全部走開，跟住佢又仲傻關關咁樣喺自己嗰啲即係網上寫話，哎呀唔知點解得啲男人埋嚟，啲女人唔埋嚟咧，天真嬌，就係、是、天真嬌，結果佢就釣到個金龜，居然係啊 ，OK， 有樓有車，養尊處優唔使做。咁壞啦，咁冇壞噶，佢唔係媚態，唔係咩，但係真係。佢唔知道其他女人秒緊佢喎，天真嬌咯，天真嬌，好開心，佢嘅生活過得好好啊！係啊，呢個真係福氣，福氣，福氣嚟噶，福氣嚟，即係唔好諗咁多，福氣唔好諗咁多。即係香港咧，我咁多年咧，即係畢竟咧，我媽台灣人啦 ，OK， 咁咧，我係覺得香港係好奇怪嘅，即係咧，就算你同男朋友出嚟咧 ，OK， 哎呀，輪到你啦喎 ，Bassett， 係咪啊 ，Bassett 係咪 ？OK。即唯獨係我個仔咧，唔睬我嘅啫。嗱，又埋嚟我度啦。頭先就係咁，唉，好識揀男人嘅啲阿媽，我知啊。好男人佢先埋去嘅，你睇我呢啲咁曳嘅，佢唔會埋嚟嘅。嗱嗱，又係咁，又係咁大髀啊，坐大髀，坐曬大髀。第二次啦，第二次啦，今日第二次啦，耶！係啊，香港嘅環境根本命運的選擇。但係你見到係咩咧？係無線造成嘅。點解咧？無線你見咧，佢哋將嗰啲咧好有媚態嗰啲咧。全部打造壞女人，打造壞女人啦，係奸妃啦，係咪？都唔係始至今日㗎啦。啲師奶中意呢樣啊嘛。係啊，即係而好好慘嘅喎，佢天生係咁嘅樣嘅，佢未必係一個唔好嘅人，佢未必冇義氣嘅喎，佢未必佢唔能夠即係喺你有難嘅時候咧，你明唔明啊？兩葉插都為你為朋友好仗義嘅喎，但係就因為咧，可能佢隻眼戚啲啊，隻眼大啲啊，把聲嬌啲啊，高音啲啊，係啦。就咧唔能夠被一眾嘅師奶受落，借我今日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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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佢想抱抱攬啊，直情要攬攬啊，攬攬，哎呀攬攬，攬得攬攬啦。喂，社運界都有類似呢個情況喎，而且你大家有冇發覺而家咧已經冇人夠膽認社運女神咯，俾人插到體無完膚啊，真係。咁我問過，喂，做乜啲社運女神之前好掰噶嘛？啲人話，佢哋話啲女嘅社運人咧就唔中意，覺得佢即係太過咩啊，太過靚。咁啊，男嗰啲冇理由咩噶，都插佢。佢話
男嗰啲溝唔到佢。係啊，溝唔到咪臭。所以就男女都同咁啊，社運係兩種性別嘅啫，主要。喂，呢個地球都係啦。係咯，咁咪圍插嗰個。即係男嘅妒忌，女嘅又妒忌，男嘅溝唔到就又係唱衰你。係啦，所以而家已經唔見社運女神啦。之前幾好幾年前都仲一路有一個跟完又一個，而家冇啦。系，哎呀，过嚟妈咪就问你，嗯，佢识找，佢想找，佢咪成日识找，佢搏命扫你，唔系佢当咗你心口系佢妈妈嘅奶，唔系，系啊，佢咧整理紧床铺，揿揿揿，你知呢个系猫嘅 reflex 嚟噶嘛，揿奶啊嘛，系，系啊，佢饮妈咪奶嘅时候咧，佢会咁样揿啊，找啊你靓妹，我知你憎我，啊，你个妹咬我，你又出找，我知啦。所以我哋今日讲，我知道我唔系好男人，只猫只猫好有灵性咯。哎呀，哎呀，啊拆我台！我哋呢个猫嘅灵异事件咧，我哋要补充嘅。系，我哋讲咗好少，我哋走去讲 Cleopatra 添。咁佢都系猫嚟噶嘛，好明显啦。系呢个猫灵异咧，最有一个俗语就叫做猫有狗命啊嘛。嗯哼，啊，系咪点解会有狗命咧？点解会咁嘅讲法咧？佢真系好襟咬噶嘛，好过瘾噶嘛，点都唔死得噶佢。即系生命力强，咁啊系。我见到流浪猫咧，个生存率咧系高过狗好多。佢自己真系好自由自在，即系佢唔会，起码第一佢永远唔会自寻短见先。系呢个好紧要噶。都会嘅，跳楼咯。跳楼嘅意外，有啲猫跳下失咗，跌咗落去啫。佢想捉雀仔咯，佢觉得 I believe I can fly。诶诶诶，唔一定喎，有一啲讲法就话佢系见到其他嘢，去捉其他嘢。雀仔咯。唔系，另外一啲会飞嘅嘢。有啲咩会飞啊？我屋企有发生过。哦。啊，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有只傻狗出事，后来有只猫都出事，就系因为我嗰度咧，北角咧，以前系呢个即系啊。即係呢個公眾殮房嚟噶嘛？哦，咁所以嗰度咧就據報有好多靈異事件嘅。係，咁試過有一次我只傻狗咧就真係去追趕，嗯，追追下嘅時候發覺咧就唔係企喺實地，佢要離開有天台嘅陰公，跟住打石膏輪咗問阿貴。咁跟住過咗冇幾耐之後，輪到我的貓都係咁。咁佢平時捉雀仔係完全冇失手嘅。係，咁有一個諗法，老人家同我講翻啲貓咧，夜晚見咧，就同我哋日頭見都唔同嘅。咁，嗯，所以就貓都會見得好清楚。係，咁，啊，但係就變咗去追捕或者同人玩嘅時候咧，玩下跌咗落街，即係咁樣。陰公咯，啲貓好少可自己無啦啦跌落街咁嗰下嘢就話，因為貓隻眼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係好過癮嘅。系，所以咧，有人讲话睇楼咧，最好带低猫啊，或者狗啊，或者细路仔，系啦，睇佢哋反应，佢哋容易感觉到，猫就直接好多咯，猫直接，又嚟啊，佢见到都唔识同你讲啊，大佬，问题系佢俾反应啊嘛，你识睇佢眉头眼啊噶嘛，佢中唔中意？佢睇边只猫嘅啫，我个仔去到边度瞓觉啊，咁点啊？系咪？依一隻就係唔係都走去揾你坐你大髀咁點咧？冇反應。我試過養個貓唔同，啲反應好過人噶，佢真係會戚眉戚眼噶，攞嬲噶，豎曬啲毛噶，見啲嘢會驚噶。係。唉，但如果貓佢分辨唔到即係人定係咩咁樣，同埋嗱老實講啦，即係如果要講呢個 topic 咯，我又覺得嗱下一集咧，其實次官翻咗嚟啦咁樣，咁我哋琴晚都做一集禁室啦，但係琴日嘅禁室咧，我哋係講咗選舉嘅選舉前夕咁樣，講咗好多嘢嘅。咁樣嗱我哋就喺度講嘅話咧，次官啊下個禮拜阿衰女我咧去旅行啊嘛，咁樣咁我會走一個禮拜嘅，咁咧次官就話咧就會講鬼嘅。哦，你唔喺度讲鬼，系咁，可能我喺度翻嚟再讲鬼咧，咁你哋讲得开心啲咯。可能多啲外国嘅鬼故拎翻，讲唔同嘅文化嘅鬼咯。嗰度好多猫噶，好似话咩啊？日本系啊，我系日本咧。哦，去日本啊？做咩？日本啊？喂，去和歌山睇下猫啊！真正招财猫啊！招财猫啊！正气嗰啲猫系。所以我想问你，和歌山系近边度嘅？和歌山我又唔记得喺边度，但系好出名喎，嗰度有铁路直去。地图。啊！就呢个猫站长嘅古仔，即系正气嘅猫，救咗成个和歌山。系啊，唔系净系救条铁路啊，救成个和歌山。点解咧？因为嗰条铁路咧，本来系十几年前已经就快执笠啊，冇人去。成个和歌山亦都冇乜人去。咁啊，又系一池死水。咁咧就有一只啊，类似三色猫咁嘅咧，就成日喺个车站嗰度咧个闸口嗰度睇住啲零零落落。嘅人喺度出出入入，咁咧養嗰只貓嘅咧，其實係一個嗰個車站一個士多嘅嗰啲人啦，咁啊流浪嘅，咁咪俾啲嘢佢食啊咁咯。但係嗰只貓成日睇住人喺個閘度出出入，誒咁啊嗰啲
站嗰度咧，慢慢出咗名，就多咗人埋去，为咗睇只猫而去。哦，系啦，咁啊，铁路站咧，咦，即系尖纪念歌咁咯。佢招财、啊，就将个猫咧由升格做站长，真系有委任状嘅站长，而一炮红到去。你觉唔觉得咧？文明国家咧系特别中意猫噶。嗯。古埃及系啦，系啊，日本啦，古埃及咪古代文明最强嘅国家，最强系啦，日本亦都系咯，日本系啦，唔好话唔系啦吓，喺亚洲嚟讲，绝对系高文明到爆灯啦，犀利啊！英国咧嗱，英国首相府啊，外相府啊，系啦，两只换咗，鼠大神换，布鼠大神系直接系大神嚟噶，系啊，换咗内阁呢个大神一定唔喐，系啊，讲到明噶，人哋攞长粮噶 ，Larry， 嗯，系啊，换首相都可以，换猫唔得，同埋系啊，喂，你都可以由黄国昌打个转，真系唔错啊！喂，大佬，我去東京啊！我去東京啊！佢近神户同大阪，我去東京啊！關西咁啊，煩啲，好遠。不過嗰只貓站長最近前幾個月咧去世啦，因為年老啊，年老。而家嗰只貓站長係佢嘅繼承者，即係新招募咗一個。呢只唔係自來貓咯喎，呢個唔係啦。啊，嗰只呢只貓站，即係嗰上次嗰只貓站長叫做小玉咧，後來升到做嗰個貴鐵。嗰間鐵路公司嘅副社長噶啦，嗯，係啊，貓社長唔係貓站長，但佢仍然長住喺嗰個站。使唔使納税咧？佢唔使納税，佢因為佢收入好低，就係一個貓罐頭同埋有貓糧，係啦，但係有成天人照顧佢嘅。咁啊，佢成個和歌山嚟，如果去到咧，全部都係貓，好正氣喎！貓巴士啦，貓鐵，貓火車啦，同埋日本有貓島嘅，咁你應該睇下啦。嗱，貓島事少啊，覺得和歌山好過癮啊。同埋仲有咧，英國咧，英國短毛貓咧係英國國寶嚟嘅，你知唔知啊？真嘅，唔係假嘅，真嘅，英國。國寶四個之一就是英國短毛貓，同埋英國同埋仲有羅馬都係，通街都係貓。你坐嗰啲露天咖啡咧，啲貓多到你唔恨嘅，周圍攣嘅，係啦。你發覺嗱，英國啦、日本啦、古埃及啦，都係文明非常之高嘅國家，都係非常之愛貓嘅。咁所以我好愛貓，唔會搞龍虎鳳嘅高文明生物。我好文明。啊，一講起英國，唔會食貓嘅。有隻最出名嘅貓叫阿 Bob。系 Bobby 阿 Bob 啊，就系一只流受伤嘅流浪猫，好正气，好惨噶。诶，俾一个吓喺受伤嘅时候咧，俾一个有十年毒瘾嘅流浪汉救咗，将佢仅余嘅十几英镑积蓄帮佢医翻。哦，结果嗰只猫咧唔肯走，好翻之后唔肯走，就跟佢一齐跟去到边跟到边，跟佢向街度弹吉他揾食，结果出咗名，写本书咧。出了名之后呢，本书不断卖到三十几种语言，哇，不止十七国，不止十七国，三十几种语言，有英，除了英文之外，还有中文、俄罗斯文、德文，全部都是。中文会不会中文有两个版本，有简写版本和有这个台湾的繁体和正体，台湾的版本，是吧？即使大家看回那本书呢，都是看英文版都是很简单的，现在那本书呢就已经拍成电影啦。哦，吓，十一月嘅时候咧就会公映。香港几时公映？电影系啦，就由嗰只阿 Bob 亲自演出。因为猫系冇得训练噶，我系要讲清楚。猫科动物只有三种猫科动物得训练：狮子、老虎同埋猎豹。我哋成日见嘅猫咧系冇得训练嘅，佢训练翻嚟。冇错啦，家猫系佢。做緊佢自己，你唔可以訓練佢。佢捉老鼠都係佢自己。所以香港人咧，你哋學下貓啦，你哋做貓唔好做狗啦。嗱，即係我乜動物都中意嘅，但我講性格上邊咧，係啦。如果你哋能夠好似貓咁樣樣咧，香港就有救啦。係啦，嗱，仲有啊，你話高文化、高水平嘅地方咧，故宮都算係高文化地方啦。嗯，我哋要俾翻個 credit 佢。嗯，故宮咧都養咗好多故宮貓嘅，點解咧？因為故宮有太多。呢啲舊建築咧有好多窿窿罅，老鼠好多糧尾，系啦，好多鼠，咁啲鼠王咧就揾啲貓去治，系啦，而家故宮即係貓王治鼠王，系啦，就有據説咧嗰個Elvis Presley 嚇嗰位新嗰個故宮啊，擅制長院長，北京故宮擅制長院長講過噶，故宮有兩百幾隻故宮貓，嗯，除咗用嚟捉鼠之外咧，佢製咗好多用貓為題材嘅故宮產品。好受欢迎噶，所以嗱，高文明、高文化嘅地方咧，仍然见到猫嘅踪影。日本又好，中国最好文化嘅地方故宫，仍然系有猫猫嘅踪影。诶，仲有我哋香港嘅大学岭南猫，又系出晒名噶。以前有一只
icon 叫做小虎，不過可能好像年紀老了，亦都過咗身啦。不過嶺南貓仍然係咁出名嘅。講起貓，係嘛？大俾你講。大把嘢講，我有三隻，係啦，即係呢個係個文明嘅地方，高文明，高文明，高水平，人傑地靈啊！OK， 好啦，就我哋禮拜三見啦，好，係啦，決戰中環啦，今次真係要11:30，拜拜。Okay, bye bye